跟我的呼吸都啊，太吓人了，这个，我的心脏都感觉都太吓人了。哎呀，这个问题太难了。燕窝，哎，太吓人了，这个手都麻了。快一点都没事了。哦，好，第三个问题特别简单啊。相较于嘎嘎这个称呼，真的更喜欢嘎子哥吗？是，更喜欢嘎子哥。是，更喜欢嘎子哥。你就是喜欢嘎嘎是不是？没有，我真的喜欢嘎子哥。他这个坏了吧？你这个故意的吧？前两天变别人好的了。觉得自己去试着抢。继续给我伤害。清醒了，我们粉丝不要骂，一起上。高松。我自己去试着抢自己的音乐剧的票，能不能抢到？我摁了啊！我自己抢是吧？能抢到吗？可想而知，我能抢到吗？抢到！啊！平和点，你不要激动这么大。对，你看，安姐。我刚想说，肯定能抢到。对，你叫安全，你叫。